哎呀，爸，你又丢三落四的，什么东西没带啊？叔叔没在家。你怎么来了？哦，我想向你讨教一下怎么遛狗。遛狗？星期天的早上？你有狗吗？来。你好，我叫牛顿。这也是狗？机器狗。一只有灵魂的机器狗。可以闭嘴了。这铁疙瘩也要遛吗？我听专家说过，狗和人一样需要正常的社交，它也需要到外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闻一闻，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发生，有点类似于我们刷朋友圈。还有啊，如果不遛狗的话，会因为缺乏运动引起脾气暴躁、攻击主人、怀孕后难产等等症状。这个狗还能怀孕呢？明天开标，我们压力有点大。你又吃药了？差一点。后退一步。楼下等着。要等多久？真是没朋友。你说你啊，养个狗都不养个活物。牛顿，他和变形金刚是一样的，对于我而言，他就是有生命的。可是这下雨天，地上都是水，它不会漏电吧？防水的。这不吃狗粮的狗能叫狗吗？这不吃屎的狗能叫狗吗？真够恶心的。实话而已。走，牛顿，跟上。不懂得休息的狗是没有灵魂的。首先，你得自己灵魂有趣，这样你才能遇到有趣的人。竞标结果咱们控制不了呀，那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海比欧要真控股了，你就不干活了？当然得干。只是越来越难了。从你爸的断臂事件，再到陆山一号，再到侵权，再到今天的收购控股，哪场仗不难打？越难打就越得打。首先啊，我们先得沉得住气；其次，我们得弯得下腰；最后，我们要抬得起头。知道吧？哇哦！你是真会劝人。怎么了？耶！醒醒，喝口水吧。开导完你了，你也开导开导我吧。开导你什么？你用得着开导吗？你说咱们俩这样算什么关系啊？首先是朋友，然后是特别特别好的那种，再然后……什么叫特别特别好的那种？就是。就是，你觉得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如果追溯到儿童时代，有的。那你的意思就是咱俩之间不纯了？那你把我调回陆山不纯的动机是什么？
就是确定那种不单纯的关系。喂，不对啊！来来来来来，哎呀，渴了渴了渴了，我们喝点水，喝点水，哎。下面按照投标文件的提交顺序拆封标书正本。王老师一家，唱标，结果出来了吗？出来了，玉恒的报价比海比欧高了6%，玉恒赢了。知道了。你忙去吧。投标会之后的答谢宴会，您要不要参加？啊，这让明德江他们办吧，政府还是不出面为好。刚接到消息，因为海比欧公司竞标失利，欧文斯被解职了。这样，你去安排一下，我以私人朋友的身份，请他喝个茶。没想到啊，这树都长得这么高，这么粗了。是，当初种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我记得种的时候，我们还说，要想让它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根必须要发达和健康，而工业的根就是技术和工人。万丈豪情，风华正茂，曾记否？我跋山涉水，时间难限，3.14159，因为准备2653。89713238462，26433832279，50288419971，69399375101，58209749444。923007811640628620899862803482534211。我们的茶叶传到你们的国家时，你们当时的评价是一杯好茶，对于感受到寒冷遭遇挫折的人来说
是最好的慰藉。你为什么邀请了这个竞争对手，而且是输了的竞争对手来喝茶呢？竞争有输赢啊，但是我们对朋友从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只论交情。况且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请一个人喝茶和送茶也永远都不会错的。我老家的茶。爱上小蝴蝶结，咱们是一个你是女生，这么主动不好吧？为了热烈庆祝玉衡中标，我隆重的请你搓一顿。我坚信我们一定会吃在一起。哎呀，这也太晚了吧。不过呢，
看在玉衡胜出的份上，我就应邀出席一下。我家门口来了！哎呀，让让让让让！是不是喝多了？慢点，慢点！我没喝多。什么情况？马上去那边，快！哎，哎呦！哎，说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啊！别提了，燕子，这不还不是给你相亲，受刺激了呗？我倒水。给我相亲？是，你自己看吧。征婚，吃苦耐劳，孝顺父母，这什么呀？哎，老同志，看看我们家女儿的资料，可优秀了。您要是来续弦，您就别往这儿来了。在这儿征婚的都是未婚的姑娘，二婚的在公园那头呢。你错了，我也是为我女儿征婚的。哎，我说您不懂规矩吧？在这儿征婚，只能必须是 A4 纸大小，您怎么这么大一张？你让别人怎么办呀？没办法。我女儿优秀呀，嘿，难道别人家女儿就不优秀了？哎呦，真是！哎呦，快来看看啊！哎，是挺优秀的哈，还长得是挺好，可是也不是体制内，也不是九五后，就一工人嘛。看清楚了，各位，哎，劳模，白色安全帽，工段长。工段长知道吧？工段长不还是个工人吗？工人怎么了？工人不能相亲啊！哎，可以可以。哎呀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呀，老同志啊，不是不能相亲啊，您看这儿，博士角，在这儿相亲的，学历都得是博士。您女儿优秀，可是在这儿啊，暗无天日啊。哎，我去那边行吗？那边啊，那边是海外角啊，那边公务员角，哎，那边事业单位角，哎，那边还有个外企角、白领角，那边还有个教师角。工人角呢？有工人角吧？还真没有工人角。这不自取其辱啊！这，别撕，来来来，说，别撕，哎呦呦，哎呦，慢点慢点。养儿99，长有98。你妈派我来这么久了，你也没找到一个半个心疼你的人，我没法跟你妈交差。叔，您放心。我和马岩一定负责给燕子物色一个让您称心满意的好女婿，好不好？哎，对对对，我客户里虽说没有钻石王老五，纯金王老五也少，但是包金、镶金、镀金的也是有的。嗯，你说的是魏成吧？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能做主啊。可当时你不顾我跟你妈的反对，非要和那个董梦石在一起，是你自己做的主吧？结果呢？那位头上只顶着一个博士啊，魏成两个呀，你要在原地摔两回啊，闺女。哎呀，结婚就是过日子啊，看着漂亮没用。买房，我给你妈倾心所有也给你买房。这在你眼里我是多没人要啊？闺女，
你在我跟你妈眼里永远是最优秀的，可我们也没想到你会成为剩女啊。可现实摆在这儿了，当工人难，当女工人太难了。当工人是难，但现在干什么容易？爸，我不要嫁妆，我的嫁妆就是我自己。您放心，您的闺女啊，那肯定比房子值钱。老板，这个人坐在这儿一晚上了。不好意思啊，帅哥，我们快打烊了，这个我给你打包好吗？哦，我在这儿吃。在这吃啊？哦。两大碗呢。哦，我很快吃完。哦，行。不好意思、啊。那你慢吃啊。李总，谢，客气了。哎，您啊，先好好休息，明天早上我过来陪您吃早餐，然后送您去机场。哎呀，不用这么客气。应该的。哎，对了，我已经说服了你的岳父，啊，咱们新公司技术主管就由你来担任，新产品下线之日，就是你这个副总师上任之时。是说服啊，主要是为了避嫌嘛。谢谢李总，明儿见吧。好嘞，您好好休息。啊，
这是什么地方啊？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哇塞！对了，吃螺蛳粉那天放你鸽子了，对不起啊。我没那么小心眼。带我上这儿干嘛呀？工作。当年我爸他们搞 B 架泵车，做精确受力分析的时候，还没有里边这些大家伙，那个时候只能跟国外合作，很费钱，而且还没有上机时间保证。那这个天河一号比国外厉害吗？电影《阿凡达》你看过吧？嗯。当年就是用美国超算渲染了一年才完成的，要是用天河一号，用不了两个月就可以完成。这么厉害啊！下巴都快掉地上了。我们新泵的材料应力分析和三大摩擦负的优化密集模拟计算也在这里边做，今天出结果，所以带你来是要见证奇迹。这里会快很多吗？陆山二号的研发难度要比陆山一号大很多，具体快多少，得看今天的数据。魏成，盛校长，结果出来了，数据怎么样？怎么，这一点承受能力都没有吗？啊，我太棒了！从现在的数据来看，你们这条路啊，走对了。按照这个设计效率、周期成本、40到56兆瓦的研发进度，一定会快过陆山一号的。那不是太好了吗？是太好了。怎么了？问题在于从图纸变成产品的能力啊。嗯，图纸有争锋的实力，可是陆山的制造能力还在半山坡上，机器造机器，制造变制造，差距还很大。那你的意思是？我想试试机器换人。魏成，机器换人那是企业家的事情。以后抢着开车门这种事儿啊，少干。怎么又黑眼圈了？昨晚没睡好啊？有点，没事儿。把魏成那边的资料给我看看。我马上给魏成打电话，保证您下飞机之前就能拿到。你就这种工作能力啊？啊？新公司马上就要启动了，你这个技术主管将面临千头万绪的事情，怎么处理，怎么应对？这跟李东啊，爸，玉恒，我就不去了，这个主管我干不了。为什么呢？液压不是我的强项，也不是我的强项啊，这不是理由。是方飞不让你去？没有，他很支持我去。那为什么？我不想一直活在您的庇护下，或者说是影子里。我想活出自己的样子，走自己的路。否则我干的再光彩，那道光也是您的。
你这是在埋怨我跟厉董说你不适合干主管，对吗？说实话有点，但换位思考，我要是总经理的话我也这么做。我跟您的翁婿关系是不会改变的，以后再面对这样的问题还会让您为难。与其这样，不如我退出去。爸，诸葛亮算是个完人，但是在五丈原弥留之际却也感慨吾遍观诸将无人可授，大树底下不长草，可我只是个蒿草。你又岂是彭浩人呢？你这是要辞职吗？我理解。我在你岳父手底下也干了几年了，是憋屈。明董，我还能回技术中心吗？你这事儿太突然了，程序没法走啊。那我下分公司也可以，去车间也行。那不是大材小用吗？这样，海关缉私局正在抓走私工程机械的事儿，需要我们协助。你把这事儿先办了，回来再说。好，这文件涉密，别在外面看。李董啊，看到数据没有？看到希望没有？看到胜利没有？这就叫一流。那也得有一流的魏成和他的团队啊。所以说啊，这个项目总师必须得留给魏成。方总，这种事情要在董事会上研究，别搞得我像官迷似的。你们聊。哎，别坐，别坐，别坐。我这可不是私心。也不是说刚开始合作就搞什么拉帮结派，就这样的术语啊，董事会要做的是庆祝，而不是研究。这是你个人意见啊？这是我的意见，也是陆山的意见。我说方总啊，我怎么觉着你对董梦石和魏成的态度反差有点大？我对这两个年轻人呢，都是爱的，只是爱的方式不同而已。好，我尽快给你答复。好，魏成啊，你天生就是一个搞科研的料。什么？好，我知道了。一定给我稳住了，我马上订一张去香港的机票。
就这样。田老板，你找我？坐。我手上身上脏了。来，刚泡好的，喝一口。行。你做事很拼呐，比他们都强。我缺钱，我得买房，要不然丈母娘不把女儿嫁给我。先拿着。这几天我要出去一趟，准备在浙江开一家分公司，这里呢，就暂时交给你来管理。从明天起，你就是这里的代理经理，等我回来，就升你为经理。谢老板，我一定把业绩再上一个台阶。业绩嘛，有时候是靠运气的，但是公司的正常运行。就是考察你的管理能力。公司啊，就交给你了，好好干。好，老板慢走啊。嗯。请问你们结婚了吗？还没有，马上。嗯，那谁付款呢？当然是我了，这还用问吗？我也带了钱，两个人的房子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出钱呢？我必须一个人出钱，我不想让丈母娘看不起我。况且我现在是总经理了。那你确认房产证上写你们俩的名字吗？你要是觉得多写两个字麻烦，写一个人名也行。不行，他一个人出的钱，只能是他的名字。我说过，这个房子每一片瓷瓦都得是咱们两个人的名字。这什么装修风格啊？不是，你要不要做生意了？要不要提成了？没有没有，不好意思啊，这个合同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你们看看没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签了。走。咱们这回终于有房了。这回你可跑不了了。你可以跑啊，可是那你就亏大喽。我赚了。我们拍个照吧。好，带上我们的购房合同。发给那些曾经看不起咱们的亲人。爸，你等一下，咱们早点回去。好。哎，公司电话我接一下啊。嗯。喂，哪位啊？你是马经理吧？我想买两台挖机啊。啊，我是。您哪位啊？啊，我也姓马，咱们都一个姓，多打点折呗。啊，好说好说，你在公司等我啊，马上回去。又来生意了。不对，这个人的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熟悉。
哎，马经理，你到哪儿了？嘿，我这一直等着你呢。快点啊，晚上还跟人有饭局呢。啊，就在你办公室这儿啊。对。好。我也就见了一眼。小猪，洗手间在哪儿啊？洗手间在哪儿啊？她不是马经理的女朋友吗？她知道在哪儿啊？师傅。